哎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他的女朋友是怎么样的？他女朋友是黑色的。全黑的？不是，是就他棕色替换成黑色。嗯。他女朋友比较小一点。也是那么大？没有，小一点。嗯。他是熊版，他女朋友好像是普通的。叫什么名字的女朋友？他女朋友叫 KK。对。Kiki， 哦，我以为他知道，所以他没反应。对。好大一只，对吧？带回家的时候多大？大概就是这么大吧。那么小？几个月变成怎样了？八个月吧。哇！好了，拜拜，小巴。拜拜。拜拜，晚安，拜拜，芊芊，拜拜。呀，喂。